开门，开门。我们要，你要，你就用拦着，打就露腿，对。欢迎光临。没有，没有人。真的没有。我们出来挥，还是我们拿着在外面这样子？哎，可以哦，是不是？可是它又，可是要保存。可是那个冰的。对啊。还是我们先提供试喝。你完蛋了，营业额要零了。而且我还赔五块。哎，真的没人呢。鬼去隔壁了，是。哎嗨，你们会不会口渴啊？要不要喝豆浆？我们现在帮忙他们卖豆浆，你前面可以停车。欢迎内用哦，来喝个豆浆或吃个豆花。欢迎，有想要口渴或吃豆花可以来哦。对，我们在那边帮他们打工。那边可以停车，我们可以去停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见哦。我们在好像卖玉兰花的。面店啊！哎，面店。哦哦哦哦。来这边问看看他们客人想不想喝豆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哎，他们有认到你们。嗨。你们等一下吃饱可以去隔壁买个豆浆。你好，我是鬼鬼啦。啊，他是杨明威。啊，我们是营业中里面的一员，你有看吗？有，真的有看到我在哭吗？那你们等一下想喝豆浆可以去隔壁找我们哦。好，等你们哦。嗨。啊，你们快吃完了。吃完。怎么想要喝个豆浆什么的？那我们在隔壁等你们。好。还有豆。对，哦，你们要过来啊，那我们等你哦。谢谢，好，那我们是先赶快回去。哎，为什么生意都没有人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对呀，他们到底会不会招呼啊？他们已经去面店了。我先去帮忙一下。要喝豆浆吗？我去面店看看，面店生意最好。你们好。嗨。哎，如果你们想要吃豆花跟豆浆，先去隔壁买个豆浆，再过来吃饭。哎，先给人家过。那我们先给人家客人过。我们不能在别人店里面，然后把别人客人抓到。没有，刚才没有点餐，他等一下会回来。你们先吃饭，对，如果等一下吃点点的话，可以到隔壁。对，我们等你哦。这样子比较。他们要去了。姐姐，你们要吃豆花？有，他们要过去了。走走走。姐姐，我带你们去。不好意思，来你们店里面拉客人。阿公，我们去喝豆浆，好不好？好。Let's go。阿公 ，Let's go。那个店家人很好，让我们在里面拉客。真的假的？跟鬼鬼说，你先不要吃，你先来吃我豆花。我说不可以这样，说真的，你要等他吃完再来。好恐怖。对，差不多有。这一批有六到八个啊，那还就对。要，停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叫他们排队了。我把椅子拉出来了。大客满哦。对，我知道。你要来吃豆花吗？你要吃豆花吗？大哥你好，要吃豆花吗？你不要来吃豆花，来来，快点。其实我们有去隔壁的餐厅招揽客人，但因为他们在吃饭，前面十分钟来的比较稀稀疏疏。浩哥去外面招揽的客人，好像一刹那就是一堆人订单就突然暴增，然后中间有一度其实我们忙不过来，那要感谢浩哥，所以浩哥很适合外场。我一直站在路边的时候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今天是非假日，刚在站在门口，其实蛮多人就是。打开窗户跟我 say hello， 那 say hello 就是最好沟通的桥梁，就跟他介绍一下我们的目的，然后请他们起来吃豆花。